与男朋友吵架时，这个财神菩萨被男朋友打碎了，当时男朋友的手被划破了，被水冲动割破了几个伤口，流了很多血，两个人打起来了，同修的手镯也碎了，请师父慈悲开示，打碎财神菩萨属于什么样的罪，有什么样的果报？就跟影响到他自己这个对地府的那些神啊灵啊都不尊敬呀、啊，跟打碎菩萨像啊、一样的呀，都是大罪呀、啊。啊，身上一定有、身上一定有灵性，叫他们。就是她的男朋友身上一定有灵性。啊，对的，她男朋友，她男朋友这么跟她吵架，打起来了，实际上这个女的就应该非常的冷静。避开他，躲他、啊，回避他、啊，离开他，暂时的都可以，很多方法的。为什么非要跟他顶撞啊？为什么不卖账啊？还是这位师兄的智慧不够。对呀、啊，你咬咬牙，一二三，你马上跑掉不好啊？两个人要吵架了，你一二三把电话先挂掉，跟他讲好。说以后我们如果大家不开心的时候要吵架，在电话里的时候我挂电话，你不要介意，是为了息怒，而不是为了、好像对你不好。那你就电话一不开心把电话挂掉嘛，大家两个人过一会就冷静了嘛，对不对啊？感受开心啊。你在家里也是的，夫妻吵架了、一个赶快说你别介意啊，我出去买点东西、你管他听不听啊，你出走啦。好了，好，感恩师父慈悲开示。